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佛说演道俗业经，祈福清沙门是圣坚毅。闻如是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数己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1250菩萨无数，四倍之众，天龙鬼神阿须轮会，使己孤独室与500居士出舍卫城，行诣佛所，其手足下却坐一面，插手问佛：居处至家才有几辈，出家修道行一同乎？当奉何法即成无上正真之道？复以何仪化众生耶？佛言：善哉问也，开发同盟，将来学师。佛言：才有三辈，一曰下才，二曰中才，三曰上才。何谓下才？有人致产，积聚钱财，不敢衣食，不修精戒，不能孝顺供养二亲，不要随时给足妻子，欲其消息充饥饱肆，奴客徒使依财必行，食系口腹，暴雨首席，如风爱密，不信先圣，不奉高士、沙门、道人，不好布施，众福为德，心自既长，不虑对峙，何者必散，祸福自追，贪慕深地，不觉恼恨，堕皆莫过，入泥林门。其身原实，四大毁圣，神迹其中，假号为名。羸弱犹化，为脆不顾，不解非常，以是之容。心怀万忧，未意长生。心存无我，不达虚空。三界尚虚，况人物乎？汲汲迷惑，贪淫嫉妒。如斯行者，奉养父母，安和至心，出慈还返，不失颜色，沉定目醒，小心翼翼，念二亲恩而无穷极，己足妻子，应时衣食，恩情归流，与共同欢，妻子如是也，终无私行。瞻视奴客眷属徒使，不令激乏，不信死后当复更深，为死灭尽，归于无形，共孝所生，念如养恩，己足妻子，恋恩爱情，瞻视普使，欲得其利，不能奉敬沙门道人，不肯行善，不恩师德，后当得福，与众殊特，是为中才。佛于是颂曰：常能念如养，孝顺共二亲，己足其妻子，随时不失节，奴客及徒使，未老不加恶，下世皆顺从，潜行不为教，不幸后世生，闻之今不喜，自既身有常，常存不终亡，三界如幻化，当是此慈章，己所为罪福，从本而受之。佛复告长者：上才业者，为其人若有财宝，能自衣食，孝顺父母，不失时节，恒沾颜色，不令怀妻，出不犯禁，入不违礼，造型清白，不使污染，恭敬尊长，谦逊智者，起受博闻等心不邪，下列平恶
结盟帐合，给善妻子，常令被封，除诸邪念，修以正治。消息奴使，不令穷匮，不忘抓骂，加之慈悯，奉敬先圣，治学正事，出家顺法，沙门贤明，夙夜行礼，不失其意，不失所罚，始成道德，自讲经典，并化痴名，以善方便，不失其时，自安护彼一切众生，犹如自牛，食除出乳，乳出酪，酪出酥，酥出醍醐，醍醐最柔特妙，其自安身，敏爱十方，多所慈念，多所安稳，诸天人民皆得蒙度。世人最尊，无上无比，为无愁披，为是大雄，独步无履。佛于是颂曰：若有众才业，以自好衣食，供养孝父母，不失其颜色，出游不犯禁，还返不违礼，造型常清白，顺法不荒迷，恭敬奉尊长，谦虚明智者，岂受博文士等心不慕邪，随时给妻子，各令得其所，慈祀奴仆使，衣食常丰足，奉沙门学士，不失受供养，从受生妙法，弃捐吃龙芒，悯伤十方人，不独卫生行，常自安其意，亦解一切厄。譬如酥醍醐，本从除草出，既可用安身，身何无急诊，苦哀众生类，其心常平一，已是四等行，速待成至佛。佛告长者，出家修道，学有三品，一曰声闻，二曰缘觉，三曰大乘。何谓声闻？为苦厌生，思无央数生死之难，周旋之患，是生如愿，四大有悔，五阴处贼，坐禅数习，安般守意，观身恶路，无尽之行，为色欲本，痛想行识，五地狱苦，恶鬼之恶，畜生脑结，人中之难，天上别离，不可称计，轮转无休，如狱中囚，欲断生死，勤劳之罪，求无为乐，泥环之安，但自为己，无念众生，常执小慈，不心大哀，已于阴身，不解空慧，三界游患，去自济己，不顾恩慈，是为声闻学。佛于是颂曰：为无量生死周旋之艰难，心以怀恐惧，唯欲求自安，坐禅而数习，专精治安般，观身中恶路，不尽有若干，弃捐三界色，断欲得自安，不能修大慈，为至乐泥环。佛告长者，缘觉者本发大义为菩萨业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，一心智慧，以用妄想求为尊豪，天上天下咸令自归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威神得众，巍巍堂堂，无能及者，不解如来色身所现，因是愚人不是大道，断生死流，不能返原仅生死本，故为现身向好言容，闻慈言教，以化愚民，显示大明，即着向好，为神有色相，随行四等四恩六度无极，三十七品，观十二缘，欲拔其缘，不解本无，希望大道。
正使积德如虚空界，不得自否，所以者何？用不达故。何谓不达？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、四等、四恩，有所希望，念就一切五趣生死，皆空无相，不愿诸法，晓一切法如幻化梦蝶马影响芭蕉泡沫，皆无所有，道会无形等如虚空，无所增坏，普度众生。佛于是颂曰：本发菩萨意，智目大乘业，但欲着佛身，不了无敌末，布施戒忍辱，精进禅习智，四等恩六度，为己乐无为，目三十二相，八十好为尾，天上天下尊，颇五阴六衰，但察其出世，不能观身为，虽欲度十方，心口自相违，不了如幻化，水墨泡野马，芭蕉如梦影，妄想甚众多，正使作功德，犹如江河沙，心怀无上真，不解除众魔。佛告长者：其大乘学发无上正真道义，行于大慈等如虚空，而修大悲无所敌末，不自忧身，但念无趣，一切众生苦欲使安，奉四等心，慈悲喜护，会施仁爱，义义等力，救济十方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，一心智慧六度无极，无所希望，以施一切众生之类，关于三界往返周旋，勤苦艰难，不可称计，念之如父如母如子如身等而无异，谓之语类，欲令度厄至于大道。佛于是颂曰：发无上大义，行慈悲喜护，大哀如虚空，行等无敌末，立德不为己，唯为十方施，度脱诸群生，始至大道至。又有四世得至大乘，一曰布施给诸穷乏，二曰不择豪劣行轻重心，三曰所可施予无所希望，不求还报，四曰以此功德施于众生。佛于是颂曰：布施摄贫穷，不行轻重心，智慧无希望，不求还得报，悯念于群里往来周旋者，以此功德施，悉令至大道。佛告长者：奉戒有四事，即成大乘。一曰守口护身，心不念非；二曰出入行步，不失礼节；三曰不愿升天，转轮圣王示范之位；四曰以是境界会施众生。佛于是颂曰：常护身口意，心坚如泰山，若出入行步，未曾失礼节，不愿升天上，示范转轮王，则以此正行，用惠一切人。佛告长者：忍辱有四事，即成大乘。一曰若骂戾者，不计音声；二曰若抓锤者，即如无形；三曰若毁辱者，未如风吹；四曰有加害者，常怀大哀。佛于是颂曰：抓骂令默然，自计本无形，设有恨意起，心则还自止。何心颜色悦，众人嫌恭敬，用事得成佛三十二相名。佛告长者：精进有四事，一曰夙夜奉法，未曾懈废；二曰
宁失生命，不违道教。三曰，勤奉深典，不以泄权。四曰，广欲救济，诸为恶者，是为四。佛于是颂曰：夙夜奉大法，未曾有忽望，宁自失生命，不敢违道教。诵习深经典，不以为泄权，救济众为恶，不使心怀怨。佛告长者，禅思有四事。一曰，乐习精修，闲居独处；二曰，净身口心，令不溃乱；三曰，虽在众闹，常能定己；四曰，其心旷然，而无所着。佛于是颂曰：恒好于精修，至闲居独处，尽其身口意，未曾念愧恼，庶处众乱中，心定无忽变，一心见十方，道会起神足。佛告长者，智慧有四事。一曰，解于深空，四大合成散坏，本无主名。二曰，其身三界皆心所为，心如幻化，以利众行。三曰，了知五音本无处所，随其所着，应有思情。四曰，晓十二缘本无根源，应对而对现，是为四。佛于是颂曰：悉解其深空，四大而合成，散灭无处所，从心而得生。五音本无根，所着以为名，十二缘无端，了此至大安。佛告长者，智慧富有六事。一曰，解色如聚墨；二曰，了痛痒如水泡；三曰，思想如野马；四曰，晓生死如芭蕉；五曰，察事如幻；六曰，心神如影想，既本息空，皆无处所。佛于是颂曰：解色如聚墨，痛痒如水泡，思想如野马，生死若芭蕉，了事假譬幻，三界无一好，分别息空无，乃尔至大道。佛告长者，此有四事。一曰，慈念十方；二曰，如母育子；三曰，即敏念之；四曰，如生无异，是为四。佛于是颂曰：慈念于十方，如母育赤子；常怀即敏念，如生等无异。佛告长者，哀有四事。一曰，敏之；二曰，为之语类；三曰，生欲待罪；四曰，以命济之。习有四事。一曰，何言；二曰，善言；三曰，说经；四曰，解义。互有四事。一曰，教驱恶救善；二曰，常训诲归命三宝；三曰，始发道义；四曰，开化众生，是为四。佛于是颂曰：敏念未语类，生欲待其罪，舍命而济之，不以为怀恨。何言演善言，讲法分别义，教驱恶救善，毁归命三宝。佛告长者，有四法，即成无上正真之道。一曰解空，学无所求；二曰无相，无所希望；三曰无愿，不慕所生；四曰常等三乘之业，无去来今，是为四。佛于是颂曰：解空无所求，无相希望报，不慕愿所生，常等三世行。佛告长者，有四世法，即成佛道。一曰，一切皆悉本净；二曰，
而且万物普如幻化。三曰，生死断灭皆从缘对。四曰，即其缘对本亦无形。佛于是颂曰，一切悉本净，解悟如幻化，生死从缘对，即本亦无形。佛告长者，有六法即成正觉。一曰，身常行慈，无怨无结；二曰，口常行慈，眼生慧意；三曰，心慈人和调稳，哀念十方；四曰，护戒，不造想求大乘之业；五曰，正观，见十方空，道俗不二；六曰，共足乏食，救生之业以济为恶，是为六。佛于是颂曰，身常行慈心，未曾怀怨结；口恒修严敏，眼生慧之仪；心和人调稳，爱念诸十方；护戒不起想，正观十方空。佛告长者，有四事即成佛道。一曰，奉清净业，心无所着；二曰，教化众生，道心不断；三曰，由于生死，不以幻厌；四曰，大慈大哀，不舍权贵，是为四。佛于是颂曰，精进无所着，教化未曾断，不幻厌生死，不废舍权贵。佛告长者，开化众生有四事。一曰，不信生死者，则以现世祸福遇之；二曰，不信三宝，显示大道；三曰，迷惑邪径，止与三乘，佛道独尊而无忧虑；四曰，三界所有悉如幻化，无一真谛，是为四。佛于是颂曰，不信生死或不是，堕邪见者显大道；佛道独尊而无虑，三界悉空如幻化。佛告长者，开化复有七事。一曰，前贪者朝令不施；二曰，犯恶者毁令奉戒；三曰，嗔恚者劝令忍辱；四曰，懈怠者化令精进；五曰，心乱者毁令定义；六曰，愚民者教令治学制度无极；七曰，不知随时显全方便，是为七。佛于是颂曰，谦者教布施，犯恶令奉戒，嗔恚劝忍辱，懈怠劝精进，乱者使定义，愚民教令学，智慧度无极，随时发善权。随时菩萨问佛，何故学者有上中下，不惜普等至大乘乎？佛言，学者其心见有远近，皆有深浅，智有优劣，故是三乘。既本无三，假隐为喻。譬如有人为国大臣，聪明智慧王之所重，参议国事，一以委托，不怀疑虑。有四大臣，有三亲友，一曰太子，二曰尊者，三曰凡人。大臣举治国之政，国有漏失，众人潜入白之于王，为图逆辟。王闻怀疑，问诸臣曰，当何罪之？诸臣得辩，各重罪之，或言斫头，或言截手断足，或言割耳及鼻，挑眼去舌。王察众臣所议甚重，告曰，不然，此人明达，偶有小失，不宜乃耳，当捉毙斫狱。诸臣唯从，不敢复言。告边臣曰，速下文书，令收赤臣，必在刑狱。十凡亲友闻之悲念，
欲使出狱，历烈不认，唯以衣被饮食所乏，日日供之，以不能令不见考制。尊者又闻，心用心酸，往至其所，解欲欲力，不令供吃，痛苦修习，不堪出狱。至太子闻，以为枉然，事无亲亲，无有重罪，众臣憎之，谗之于王，不宜取耳。王亦王所，俱成本末，为无逆嗣，当用我故，愿赦其殃。王用爱子，即赦使出狱，与王相见，令业如故。其国王者为如来，其太子者智慧度无极，善权方便。菩萨待得无所从生法忍，权慧之仪，乃能得出于三界狱，得成为佛，广济众生。尊者亲友未行境界，免三恶趣，不免三界，可受天上人间福，不得至道。凡之有者，为不失业，此事能脱恶鬼之戒，不免地狱畜生之恶。所以者何？如其所众各得其类，发无上正真道义，奉于大慈，无极大哀，开化一切，故得至佛道。本行大道，不达身法，不解进退，终止自废，故为圆觉。为生死难，往返周旋，但欲自济，不念苦人，故堕声闻。各随本行而获自知。说是今时，几孤独士居士五百长者，皆发无上正真道义，有数千人远程离垢，诸法衍生，空喉乐器，不鼓自鸣，飞鸟走兽，相合悲声。当世之时，莫不欢喜，自归佛者。居士复问：初学道者，时以何至？佛言：先习五戒，自归于三。何谓五戒？一曰慈心，恩人不杀；二曰清廉，节用不盗；三者真良，先戒不染；四曰笃信，信合不欺；五曰要达，至明不乱。何谓三字归？一曰归佛，无上正真；二曰归法，以自欲心；三曰归众，甚众之中所受广大，犹如大海，迷所不包。复有四法，一曰道基，二曰往还，三曰不还，四曰无着。圆觉至佛，无上大道，得天人身，皆由之身。次行四等，四恩，四变，六度无极，大慈大哀，得成大道。前知无穷，却睹无极，教训十方，何至不殆？阿难问曰：此经何名？云何奉行？佛言：名曰解俗迦叶三品之才。出家修道无上正真，其要号曰演道俗业。佛说如是，贤者阿难及孤独居士五百亲信士莫不欢喜。佛说演道俗业经。